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月25号星期四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双子座的朋友，最近身体的健康呢非常的棒，活力满满的感觉，让身边的人都觉得你像一个小太阳一样。摩羯座的朋友，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麻烦的话，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可以避过这些麻烦了。天秤座的朋友，透过饮食的控制，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，巨蟹座的朋友，忙碌的工作当中呢，更要小心谨慎，千万不要出错了。双鱼座的朋友，记得提早出门，要不然很容易迟到哦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白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红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绿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紫色。